早上要去带的是我们特殊时代难得有大来宾，是 Ariel 吗？嗨，早安，早安。对对对，嗨嗨嗨，没有啊，就这是一个粉丝的心态啊。还是你们有那个什么的？没有，我们就是一个粉丝的心态。我们没有，不要疑心病这么重。好，你保持警觉。没人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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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把那个工作人员找你。回放一次，我要看，我要看。你鸟刚没录上，辣的啥？疑心病，好可怕、哦。我们要跟社畜合作一个大型活动，做线上线下的活动。在外面，哇！我先出。他们回来，他们回来，他们回来。哎，你有打给我们吗？没有，可是我们差不多要拍了。然后那个，小郭，我等一下要拿费用给你。不是，这根本就遮不住，这样怎么下？我是 Ariel， 我是 Shine， 我是 Hebe， 啊不是，我是虫虫啊虫虫。我们这一次来社畜时代玩，然后他们就是一个非常不打不起的公司。我们穿得如此正式，就他们穿得像巴厘岛刚回来，但是叫我们准备上班的服装。但他们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团队，影片也非常好看，所以记得一定要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跟开启小铃铛。大家拜拜，拜拜。你不是谁谁面前人